反差人。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误落凡尘》，我是凡人法师，我是可可啊。喂呀，可可啊，系我哋上次啊，唔记得讲啊，朱兆文以后系要看档啦，我谂即系未来嘅日子，佢都好少可以上嚟噶。我哋喺呢度默默地支持。系啦，咁我哋啦就上次分享咗一个即系讲堂成立嘅感觉啦。犯法师啊，又讲讲堂，唔系，即系我真系要讲一啲咧，系即系带出一样，我叫治理利他嘅一个嘅主题出嚟。我惊咧，阵间啲到 B 嗰度嗱，喂，唔好再即系可能要交呢个广告费咁样系嘛？咁我真系嘅，从办呢个讲堂，揾地方，揾人装修，揾人设计，同设计师开会，买一啲即系选啲建材去买家私。其实半年即半年嚟不停咁样忙咧，系忙到咧，即系点样灌凉茶咧？嗰啲青春痘都系咁爆出嚟，有冇见到烟花？有 firework， 冇错，喺个面嗰度不停咁样有呢咁嘢。咁好多人就话我系即系你唔好咁傻啦，系咪？花咁多人力、物力、财力、精力去筹建一个讲堂、一个道场。你能够利益到几多众生呢？又有几多人可以受惠呢？哇！提出咁嘅问题 challenge 翻法师喎。我真系我自己嘅答案就系一定得，即系一定系可以有好多人受惠。况且我嘅嗰个嘅立场就系能够到一个就算一个，可以帮到一个人就帮到一个。系啊，因为其实我哋睇到即系上次学佛入门初班咧，到而家嘅嗰个成效出嚟咧，其实唔系话净系嚟上堂嘅人可以受惠，系佢成个家庭都会受惠。影响去到咁大，系啊，唔系攞奶粉咁简，即系唔系物质嘅，因为佢哋有阵时会翻嚟讲咧，就系佢哋啲屋企人系觉得佢哋有进步吓，即系对于父母嘅态度啦，对于先生对于太太嘅态度啦，系有转变嘅，甚至乎系真系佢哋屋企人上嚟讲堂嘅时候，会同我讲佢哋真系乖咗，即系信佛之后乖咗。咁咪听到嗰下好欣慰咯，系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做呢啲嘅事情，做好多嘅善事咧，其实都系自利利他嘅。嗱，我哋成日都觉得咧，我而家去筹建一个讲堂去弘法，好似系单向嘅利生之言，但系其实咧系自利利他嘅大好事嚟。即系讲系啦，讲明白即系话我好似帮紧人咁样，但系最后尾咧，我都会系其中一个受益人。因为你帮人嘛，系啦，咁但系呢个好似系好理想上面啦，即系我帮人就开心，其实唔系。仲有啲更加冇错，即系其实点样叫自利利他呢？就系我嘅观念系咁嘅，你谂下啦，如果喺成个世界里面多一个人接触佛教，多一个人愿意依照住佛陀嘅教法去行，即系多一个人行善，系咁多一个人行善，即系少一个人作恶啦。咁即系少一个人会偷呃拐骗啊，会奸系啦，错根犯科。喂，咁如果系咁样，咁即系少一个人会害我先啦。系，就多一个人信佛，就少一个人害我。咁而多一个人信佛，咁个世界越嚟越多人信佛，即系佢所影响嘅未必系单一个得一个嘅。系，好似头先咁讲，可能系成个家庭。成个家庭因为佢嘅改变，就会觉得信佛好似都好好喎。系啊，或者佢系咯，愿意自己做好啲咯。咁成个外围环境里面都改善。而家系咩？而家系外边嘅世界，啲人越嚟越差嘛。系，即系信佛嘅，我哋成日都话，我哋即系佛教徒有啲当然啦，即系大部分都好好嘅。咁外来世界好多人就系佢唔知因果，佢唔知道做坏事害人系会有恶报嘅。如果佢知道因果嘅时候，咁佢咪唔害人咯？唔会做坏事啦。系啊，咁人哋唔做坏事，咁即系话你系会少咗机会受到伤害咯。个社会又稳定好多，冇错，即系外围环境都好好。咁你话系咪其实都系自利他？即系我好似单向利生，但系翻转头我系其中一个受益人，可以好实际咁样去。咁即系其实循环嘅喎，互相帮助。系啊，所以其实真系唔好睇少少少嘅善事，你买支旗都可能系一个大善事嚟。即系因为你唔知道帮到边个人，可能佢就系需要你嗰一蚊，系啊，可以改善到佢哋嘅生活。系啊，所以我真系信。其实自利利他就是真的自利利他，不是单向的利他，也不是单向的自利，一定是双向的。法师开始啊，是吧？即我再举一个例子，即是很 live 的，这个即是很现实的例子。我是其中一个受益人，
我系讲啲甜蜜嘅事俾大家听啊。喂，有 sweet sweet 嘅事俾你听。嗱，咁我哋常住正法连社，而家要讲清楚啲，正法连社咧，就我哋常住咧，有三只小猫咪。哦，你知系咪见过咧？上个连社一定会见过，一定会见过。年纪最大嘅叫威威，好恶下嘅咧，四蹄踏雪嘅。跟住细啲嘅咧，有阿顿顿同埋 Lily。咁Lily 同埋顿顿咧系同胞嘅姊妹嚟嘅。哦，双胞胎。即系你知猫一胎生好多只噶啦，咁总之佢两个系同胞，系啦。咁啊，威威咧，其实系先嚟常住嘅。哦，即系佢系大哥啦。系啦，其实三只都系猫女嚟嘅。大哥我成日都话我哋住持和尚咧，即系唔通即系都系嗰啲外父名，连猫都冇，净系仔嘅，系啦。咁啊，其实后屘顿顿同埋 Lily 可以嚟咧，其实全因为威威先嚟，吓、有咁嘅姻缘，所以我哋先讲下呢个威威嘅来历好嘛？好啊，咁啊，我记得系前年啦嘅农历六月嘅观音诞前几日，啊，即系六月十九观音诞前几日啦。咁啊喺厨房帮手嘅法师咧，就已经成日听到有猫叫声噶啦，喵喵喵。系啦，咁佢就好笑，佢就以为系其他大厦嗰啲猫啦，系啦，咁佢就冇啊，不以为意。咁但系咧，佢都觉得咧系越嗌越凄凉嘅，但系佢冇特别留意，因为我哋嗰阵时咧，嗰等大厦嘅附近咧都好多流浪猫。系咁啊，有一日咧，我喺观音诞啊，应该系观音诞嗰日，系观音诞嗰日嘅上昼咧，我就走入去厨房。就听到呢啲咁凄厉嘅猫叫声咧，咁啊八卦啦，就问佢哋咩事啊？好笑嗰啲法师话：，诶，所以成日都咁叫啊，即系冇咗警惕啦，狼来了啊嘛，成日都咁叫噶啦，咁叫几日噶啦，好笑。阿法师就话：，唔知会唔会系搵男朋友咧？我知春期先系啦，跟住我哋话唔知，咁我就八卦去睇下，做乜嗌得咁惨咧？一行去后楼梯嗰度，就见到咧，啱啱转角啊，仲要嗰几日系落雨添，就见到一只咧骨瘦如柴、成身湿晒吓，俾人遗弃嘅小猫仔 B B 嚟噶。哎哟，系啊，好可怜，咁咧好可怜咁样失缩喺一角，咁我见佢咁惨咧，你知我噶啦，心地好啊，快法师系嘛，我真系忍唔住，我就同我哋当家法师讲。可唔可以收留佢？似唔似佢咧？小朋友见可唔可以养狗？系可唔可以养佢？可唔可以收留佢？咁其实当然啦，我哋戒律咧就唔主张我哋养宠物。咁但系佢唔系宠物嚟噶嘛？其实佢系一只街猫，佢只不过咁惨，你唔要佢，佢就继续淋，就会死噶啦。咁我就净系问可唔可以即系收留佢？咁啊，结果咁啊，当家法师都怜悯佢啦，就冇拒绝啊，冇拒绝嘅，初初系冇拒绝嘅。但系咧，其实因为阿当家法师咧，就心里边谂。唉，都唔知养唔养得活嘅啫，咁、所以就冇拒绝啦。咁啊，结果咧，佢不但冇死咗，反而咧就一日一日健康成长。你有冇见过佢初初啊？我就系见佢最近嗰最近佢初初嗰阵时咧，嗰条尾佢四蹄踏雪啊嘛，连条尾咧个最啄啄嗰位咧，最尾嗰位咧都系白色噶嘛。佢细个嗰阵时得一点嘅咋，而家咧已经系一截手指咁粗。系啦，咁越嚟越大隻啦，系咪越嚟越肥啦，好笑！我哋真系有法师话：，哇，喂，你睇下你肥到成只鸭咁样，好惨啊！只猫变咗只鸭仔。系啊，咁啊，即系佢好好健康，好肥。咁佢算非常之好幸运。系啊，系啊。咁啊，跟住咧，因为都已经收养咗佢啦。咁喺几个月之后咧，喺后楼梯就同样发现咗阿顿顿同埋阿 Lily。咁啊，就好顺理成章咁样再次系啦，再次将佢哋融入你哋嘅。系啊，咁所以其实系冇威威咧，佢后边嗰两只就未必系咁顺利或者咁理所当然咁可以住入去连社。系啊系啊，咁所以就先讲威威。咁啊，自从有咗我哋呢三位小姐之后咧，我哋常住嘅每一个信徒同埋法师都多咗好多因为猫而起嘅笑声。喂，系真系好正。嗱，对我嚟讲啊，阿威咧就好难以亲近，我唔知点解佢好憎我，佢见到我闹我，唔系猪嘢嚟咯，系只手会受伤。系啦，咁啊，但系咧，佢系寸步不离咁样跟住我二师兄嘅，好得意噶佢，行一步跟一步噶，咁过瘾，净系唔跟我啫嘛。唔好咁样啦，同埋佢见到我会闹我咯。你有冇见过猫闹人啊？下次得闲我哋有机会俾大家睇下。咁啊，顿顿咧，就每一晚咧，如果常乐师出咗去做嘢咧，佢就会等佢门嘅。哇，仲咁有性格。系啊，见到佢开门入嚟嘅时候咧，佢会上前打招呼。即跑晒去。系啦，上几个月啊，常乐师出咗去台湾受戒之后咧，咪成个月唔见人嘅，一翻嚟嗰下。
敦敦系会叫佢嘅，即系喵喵咯，系喵佢咯。咁所以我先咪好开心，好开心系啦。咁啊 ，Lily 咧好笑啊 ，Lily 早晚都系喺房嗰度瞓觉嘅。咁但系咧见到我师傅一翻嚟咧，佢就会即刻起身，又行埋去打招呼。咁乖嘅，系啊！我真完呢啲嘢真系好奇妙，冇错冇错。咁啊喺眼，即系喺我眼里啊，我会觉得其实唔系单单系我去收留佢哋，执翻佢条命，即系唔系我喺度做紧好事咁单向嘅，系我觉得佢三个自从嚟咗上主之后，系带俾每一个信徒同埋法师咧，系多啲欢笑。咁我觉得就系、是，其实咁咪自利他咯。好少啲信徒咧嚟到咧，有阵时真系忍唔住咧，未礼佛咧，见到敦敦啫，敦敦，哦系啊系啊有，你见过系嘛？有啊有，我喺隔篱就话。你拜佛未啊？有少不满啊。系啦，咁其实系咯，即系信徒同埋法师都会因为佢哋三只嘢多咗三个小，好似小朋友。系啊，同埋啲信徒会觉得其实呢个常住系好有人情味啊。啊，即系呢个系唔系每一个道场都可能会即系你话斋翻法师话斋戒律里面未必话可以请佢哋做宠物，系啊，而家可以收养到三个。系，所以佢哋唔系宠物嚟嘅，佢哋只不过系即系被收养嘅三只猫，请注意。强调啊，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原来自利咧，往往就系喺利他里边咧系能够完成嘅。即系因为对人哋好，所以其实你喺从中已经不停咁样获得咗一啲好嘅果报，明咯，明白，明系啦。咁所以自利咧，我觉得系一种嘅修养咯。咁利他就系以即系慈悲啦，即系帮到人为主。咁所以如果真系我觉得系能够本住一个即系善良嘅心。在个世界里面去影响多啲人是变得正面的。咁成个世界都会是正的，是的，会比较好一点。咁多啲人行善，少啲人作恶，咁就只不过就是你外围环境好，你自己是其中一个受益人。所以多一个人信佛就多一个人离苦得乐咯。我就是因为咁样，我觉得即使啲青春痘点样爆都是值得，一攰啲都值得，是吧？咁啊，我哋祈愿我哋每一个人都能够喺菩提路上面努力啦，并肩而行啦，系咪？同登彼岸，我哋要冇错。同埋咧，同埋咧，我都要卖广告，真系唔好意思。原来咧，有人即系无论系睇过文章又好啦，或者系听过我哋话介绍讲堂都好啦，好少去啦。咁你究竟讲堂系咩字号？又唔知道地址喺边度？又唔知道。好齐喎！我哋由头到尾真系系啊，睇唔住啊！我哋系叫做法性讲堂，系啦。法性讲堂喺边度咧？喺北角英皇道441-447号汉宫大厦3&4楼，系两层噶。系啦，咁啊，电话系3997-3400，3997-3400，有 website。我谂系咪嗰啲搜寻嘅网页都有，即系打法性讲堂就已经有。应该有。如果唔系，你可以记低就系www.系啦 dharma-nature.org， 其实就系 dharmanature.org。会不会很复杂？不是，再不是的，我们就会写在那个网页，我们写在网页的网页那里，大家知道，现在都不停地上一些、资讯上去，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网页看看，或者得人打电话上来，有时候是我听电话，你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真的有信徒打电话来报佛班，他又问说周四法花经共修呢，咩系唔系反法师大我？系啊，咪即系我。即系本人。系啊，好开心。你系反法师？哇！我把声唔尖，我未听过。快啲叫佢听。咁即系明显系冇听到，唔落凡尘啦。系啊，要听啊，叫佢听完唔落凡尘先俾佢报名。就系咁，所以我哋呢一集嘅自利利他咧，就系讲到呢度啦。拜拜。拜拜。